那可得好好爱惜，失而复得嘛。哎，原来咱都不知道，这叫海南黄花梨，值那么多钱。咱抱着个大金疙瘩，这是。好了好了，来，不擦了，来，帮我绕毛线。好嘞。哎，这毛线不是春节的时候你跟芦苇他妈买的，怎么才想起来拿出来用啊？前几天看见芳芳给芦苇爸在织围脖呢，我就想起这毛线，正好给高兴啊织条毛裤。哦，那咱们闺女呢？哎呦，高兴长得快，去年那个毛裤啊她穿不上了，小敏能穿上。老哥，我可不是偏心啊！我没说你偏心。行行行，织完了毛裤以后呢，再添点毛线，给你闺女再织件毛衣，行了吧？我就知道你不会偏心的。那个高兴那个旧毛裤啊，拆了，洗了以后，把这个旧毛线再给你织条毛背心。哎，我就算了，我不用。孩子们有就行了。哎呦。你那个考核的事儿弄完了吗？弄完了，我第一个教的，起了一个好的带头作用。看，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。那当然。哎，大明的1000块钱你给了吗？给了，你放心吧。哎，不过大明跟我说啊，他说入股的事儿，芦苇他们家都已经说好了，问咱们家什么意思？他们全入股了。嗯，只是薇薇家好像不知道，其他家都跟他说好了。老高啊，你也知道，咱们1000块钱呢是给了大明，但是我们还欠他好多钱，哪有闲钱入股啊？是啊。哎，不过大明跟我说了好几次了，说他不急得用钱。大明是这么说，可是豹子妈不一定这么想啊。吵死了，烟雾烟雾，把它关了。嗯。等咱们有钱啊，也买一个这个。嗯。其实这道题的几题思路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来看。其实这道分析题并没有这么难，嗯，都是一些基础题的变形而已。嗯，选择题，第五道，还有后面的第21题、31题，这些都是平面向量加减及其线性运算。当我们初步遇到一道题，可能都没有什么头绪，这种情况是出题方式运用很多概念性的跨度，需要联想到定理的变通，所以公理、定理、公式一定要记牢。嗯，刚刚通过这几道题的讲解和向量的相关内容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吗？还有第23题。第23题，由于 AB 和 AD 是两个不共线的向量，所以平面内所有的向量都可以用它们来表示，然后变形求解，是吧？对，这题的关键是利用线段的相等及平行关系，综合平零向量和相当相等的关系，线性运算。我明白了。啊，还有什么不懂的吗？韩山哥一讲我都明白了，我回去再消化消化。薇薇，你呢？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都没记住，也没听懂。啊？我觉得韩山哥讲的挺清楚的呀。来，翻回上一页。不好意思，不用重讲了。本来我也只是陪小敏的，小敏懂就行。嗯，那豪生哥，那我们就讲下一题吧。啊，好，好，来下一个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
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出来。不谢不谢。啥时候来的？刚刚来。都看见了？看见了。没有，什么也没看见。都看什么了？什么也没看见。过来。哎呀，女侠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你啥都看见了，我怎么饶你啊？哎呀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还想再跳一段？哎，不了不了不了。哎呀，你不是说放过我了吗？还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是放过你了呀，我就不能去豹子家，我找金子有事儿。那您先请。裙子又小了啊！是啊，你打算把这个补后面？对啊，姐，你上次不是说我这样改挺有创意吗？别补了，不搭。为啥，姐？那样不好看。姐，给你想别的辙。好啊。哎，小裙子，你哥在吗？那在楼上呢。哦，哎，这东西没见过啊。金子啊，就有个事儿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儿？这个也是舅带回来的。是啊，正事办妥呢，姐会给你出主意。这得多少钱啊？这个大概有。金子啊，这条裙子我会给你改的又合身又好看。是不是挺贵呀、啊？这个。闭嘴！我找豹子去。你们俩没事，不害怕啊。哦。那个，这缝纫机主要是不会使，你帮我看看啊，我有几个地方我改一下。哦，行。特别是你看这个地方啊，脱线特别容易脱线。这样啊？嗯，一样的啊，这儿，这没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嗯，我帮你这儿改一下，然后从这儿接一下。主要这儿什么的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嗯，行，交给我。行，那我脱给你啊。行行。十道题，极限了。日出劳作何如此，养家果腹穿衣足。数理化，用武之地何在？实用性是其次，主要是锻炼你的思维方式。虽不苟同，但辛苦老师点评。浩生哥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做完了。啊，好，你不用着急。浩生哥，帮我看一下。小敏，你的正确率是很高，不过还是有一些小问题。来，你看这儿，没有写催化剂。哦，是哈。做题要谨慎，不要因为这些失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航生哥。哎，全对呢，我就对了三道题。如果我的标注不是很明白，书后面有解析。不用，我对三道已经很满意了。小敏，这是我高二部的综合笔记，我今天讲的一些内容都在里边，就放你这儿吧。好。
浩辰哥，你自己不用的吗？啊，我用的话我会找你，我会找你们拿的。小敏，这个你们可以轮流看一下。就放小敏这儿吧，我们一起看就行。啊，好，那就放小敏这儿吧。就放我这儿。嗯。浩辰哥，嗯，你不是说过你不用文具盒的吗？啊，我多余的东西从来不用。那你这个？这是我平常标注性的一些问题。这跟我妈做账的方法挺像的。哎，这样挺好的哈，把解决的问题标记下来，还是浩辰哥聪明。你怎么这么多花招啊？你先别动啊。行不行？哎，等会儿啊，你再往后一步。哎，可以可以，咱俩再试一下紧急方案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啊！哎，哎。反应还挺快呀！啊，行，哎呀，这么敏捷，那我们的计划就完美了。你说你一天老是麻烦我，你真是老给我添麻烦。哎呀，这不为了应付妈妈吗？再说了，你不配合我，谁配合我呀？咱俩这么默契啊！哎呦，大哥，你有这时间把这些花活弄完，你还不如趁这个时间把你那个赤壁赋背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苏东坡老师啊，弄那么多生僻的字儿。你能背下来吗？我怎么背不下来？我，哎，不就是“壬戌之秋，七月既望，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”。你先自己去吧。嗯，别，去，帮我把贡品拿来。啊，行。哎，不是，你还真把我当二师兄了？你这么时候我你？大哥，我这么全心全意的帮你，你不应该伺候伺候我吗？嗯，好。你好，薇薇妈，这大晚上的刚回来呀？啊，对。我这一天到晚，从早忙到晚，这不又送活去了吗？哎，你怎么也能帮忙啊？啊，是啊，白天单位要出工，晚上啊，最近单位文工团有演出，所以要排练了什么的。啊，是吗？嗯。那天那个马主任跟我聊天还说呢，哎呀，说你真不容易，一个人带着薇薇那么长时间，哈。但你行啊，还有时间文艺排练演出呢，哎呦，太羡慕你了！你像我，哎呦，现在这整个一个家庭妇女，我得天天的伺候丈夫，还得伺候孩子，哪儿也去不了，就老老实实在那尽义务。是啊，男主外女主内，我呢，又得主外主内的，所以也不能老在家待着。那是，还好也不影响我的兴趣爱好，而且。我们家薇薇又特别的懂事儿，有你们这些哥哥姐姐的照应，现在也是新时代了哈。作为女人嘛，我们也应该把日子过得清清白白的，把自己活得漂漂亮亮的，是吧，姐？啊，那我不跟你聊了，姐啊，我进去了。啊，好好好，你忙你忙。什么意思？没听懂。给。化了，再有一点。干嘛去啊？我给你调个闹钟，为了明天咱计划顺利执行。觉得早起，我严重睡眠不足。我告诉你，上辈子欠。哎，你说我这么帮你，你怎么报答我呀？我不请你吃冰棍了吗？就吃个这个，这哪够啊？这样，我也出一招啊。这个礼拜的午饭你包了，要不然下个礼拜你也包了吧？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呢吗？你算了，哎呀，累了，哎呀，明天我也不那么早起了。别，我包还不行吗？
你这个月中饭我全包了。你说。嗯，我说的。呀，今天太晚了，我有点累了，我回家先睡觉了。嗯，去吧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我在你家楼下等你啊，你可千万别起来晚了。哎呀，知道知道，啰嗦死了。等一下。好像不对呀、啊。呆子，坑你孙爷爷想。宝兴。舅妈。你去找豹子去了？啊，是啊。你俩能不能别一天老在一起瞎玩？能好好学习学习吗？你说你这学习成绩不好，把那豹子都给拐的都不好了，回头你妈还以为是豹子把你拐坏了呢。嗯，不是，舅妈，我刚才跟豹子学古文呢。不管你俩学什么文，反正你俩得给我学好，听见没有？别让你妈误会。啊，听见了。走。那舅妈再见。小敏，今天差不多，我先走了。这样吧，豪生哥，今天挺晚了，你就早点回去休息。正好微微也有个伴。啊，好好，东西放在这儿了，小敏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行。走了。啊。我都不动你啊。嗯。豪生哥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你先走吧。今天怎么这么早？你不是老说妈不回来陪你吗？妈今天啊就加了一小伙伴，提前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没，我以为家里没人，把我吓一跳。微微，嗯，妈妈以后只要下班就回来陪你，不能扰让你一个人在家。您要是厂里得加班，也不用赶着回来。我一个人也没什么，工作重要，女儿重要。你等会儿啊。微微，你看。妈妈给你买什么了？炸糕，你小时候最爱吃了。记得我爸单位门口有一家，小时候老能吃到，但现在好像卖这个的很少了呀。对呀，所以我一看到就赶紧买了。来，吃热吃。妈，你也吃。嗯，人家这有签子，你就省得多烫了。妈，你这指甲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我自己都没发现。指甲劈开了最危险，一不小心弄断了怎么办？我给你拿创口贴。妈，疼吗？啊，不疼。小心点儿。知道了。来，快趁热吃了。你也吃。真好吃。多吃点。
哎，豹子，你再检查检查呗，这不都检查过好了吗？好。哎，豹子，昨天那道程序你还记着呢吗？记着呢。啰嗦，你再啰嗦不给你配合了。我不问了，不问了，我今天就靠你了。哎，你说咱俩这么主动，会不会有点羊入虎口的意思？就我不能等他来找我呀，这样我太被动了。我得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你还知道出其不意呢？啊，那你怎么能确定咱俩到哪儿他就一定在里面？这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。马拉呀，他每天早上肯定第一个在操场上。是吗？啊。你看我说的吧，这马老师每天早上都来晨练，还真在这儿。你别说，这马老师还挺有活力的啊。那咱走吧，走。哎，放轻松啊，少年，一切有哥在啊，咱们拿下苏东坡。走。哎哎，马老师，高兴。马老师，你不是说让我早自习之前来找你背诵《赤壁赋》吗？啊，这也太早了吧。这个清晨的阳光是我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候，所以我怕忘了找你。哦，那就在这儿背啊。哎，行啊。那行，背吧。哦，开始了啊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，壬戌之秋七月既望，苏子以客泛舟，游于赤壁之下，清风徐。清风徐来。豹子，豹子。哟，马老师，哎，早上好。你干嘛呢你？啊，我这不是刚加入这个鼓号队吗？我这个鼓号队的老师啊说要我锻炼这个气息，说这个清晨的气息最合适，我来锻炼一下。哎，豹子早啊！我这不是找老师来背诵课文来了吗？哦，那你背吧。啊，马老师，你先忙。清风徐来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举酒属客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。月出于，少焉。月出于东山之上，徘徊于斗牛。咦，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。举酒属客，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。少焉，徘徊于斗牛之间，无与子之所共事，煮酒，杯盏什么？那个客人高兴了，杯盏什么？客人高兴了，笑了，然后洗杯子。啊，洗完杯子干嘛呀？老师，其实我最后一段。客喜而笑，洗盏更酌，摇喝寂尽，摇和寂尽，杯盘狼藉，香而枕藉呼舟中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背了多长时间呢？老师，我背了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。
哎，老师，那我这次过没过呀？那介绍一下作者吧。啊？作者苏轼，苏东坡，唐宋八大家之一，号铁冠道人，东坡居士，文学创作家，除了写写诗还画画。他爸叫苏洵，他弟叫苏辙，他本人以及他全家我都记得。高兴啊！其实你吧挺聪明的，只要你肯用功，那不整篇课文都背下来了吗？谢谢老师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老师，我特别喜欢你语文课。嗯，行了，睡吧。老师，我走了。你加油啊！哎。哎，豹子，你刚才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坑我？已经手下留情了，朋友，最后还不是拉了你一把？那你干嘛这样啊？我问你啊，今天几号啊？24号。哦，今天24号了。那这个月下学期还有几天呢？被你发现了。哎，我让你包我下个礼拜的午饭，你来个包我这个月，我还真以为你有这么大呢。哎呀，我对你一直挺大方的。嗯，你大不了下个星期中午饭我包了。你说吧。记着，朋友，八戒再怎么精明，那也逃不过大圣的慧。啊。师弟，请问你这是不是有卖发卡什么的？啊，有，我这什么都有。马老师好。哎，你好。马老师好。哎，马老师好。马老师好。嗯，好。啊，马老师好。马老师好。嗯，马老师好。嗯，马老师好。小心点啊。马老师好。哎。闪哥，起立！老师好。老师。同学们好，请坐。把课本都翻到56页。我们今天啊，主要复习一下上堂课的内容啊。哎，爸，您今天回来那么早啊？爸得赶回来吃晚饭啊。哎呀，省得你妈唠叨。干嘛呢，闺女？我在改衣服呢。你妈没在屋啊？没呢，她在小市场。我哥说想吃烧鹅，她给买去了，让我看看地儿。饭都做上了？刚把馒头给扔上。这合着我要是不回来，你们都买现成的吃？是啊。那你哥想吃烧鹅，你想吃什么呀？那个横街的。嗯。纸杯蛋糕。纸杯蛋糕。嗯。行，待会儿爸给你买去。真的？谢谢爸。嗯。哎。这个不是爸给那个琳琳他爸买的吗？是啊，玲玲姐要过来穿了，让我帮她改改。改改？对啊。这不糟践东西吗？不糟践东西，玲玲姐穿起来可好看了呢，她还做好设计了。玲玲穿？玲玲跟男孩子似的，她懂这个。懂。金子，来接一下。耶。我来吧。嘿，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你？回来早还不好啊？那怎么的？你还不想回来了？你还睡外边啊你啊？睡外边好啊，我地方多着呢。睡哪屋啊？你能不能不吹？睡哪家？哪家要你啊？没良心啊！你老公整天做生意，忙的脚后跟都打后脑勺了，还有那闲心思？闲工夫没有，看你闲心不少。切，我一天到晚累得跟驴似的围着你们三个转，你看你一天跟你潇洒的。哎，奖励奖励你。给我。我托朋友从杭州给你带的丝绸啊，上等货。哇，挺漂亮啊！哎，金子，去把收音机关了去。披上我看看。好
行吧。我怎么觉得这个跟那个芦苇他妈戴那个是不是一样啊？哎，这质量比老卢买那个强多了，挺富态啊。哎，你不是一直搞广州货吗？你这怎么又弄开杭州货了呢？咱这苏杭的丝绸闻名天下，怎么着也得拓展出一块业务来。老跑广州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近水楼台先得月嘛。什么意思？跟你解释你也不懂，做饭去吧，饿。我也不懂，金子，叫你哥咱吃饭呀。来，闺女，等会儿啊。哎，爸给你拿钱啊，去买那蛋糕去，想吃几块买几块啊。信着吧，还想吃几块买几块，你能不能少让他吃点甜的？到时候吃像我这么胖的，长大怎么办呢？你胖不？要想富，家里得有个胖媳妇。你整天说我胖，你还惯闺女，你偏心眼儿。行，想了吧你。你这天天以后肚子里点回来，听见没？啊，好了，走，我给你弄饭去。来来来，椅子来了，拿着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在院子里多舒服啊！小米的房间太小了，给叔叔阿姨添麻烦了。添什么麻烦？读书最重要。大哥，你别站这儿，你坐这儿，我去拿把椅。哎，葡萄洗好了，写作业，吃葡萄，吃葡萄，写作业。杭生啊，多吃点葡萄啊。谢谢叔叔，不过学习的时候不能进食，容易分心。哦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对对对，哎，老高，别影响孩子，咱们走吧，啊。哎，好好，哎，你去休息吧。那行，你们写啊。啊，好，谢谢叔叔阿姨。哎，来开始吧。那我们今天从物理开始吧。好。拿几个得了，赶紧滚！我就不滚！打扰到我们了。打扰你们什么了？你看不见吗？我也是来学习的。你看小人书，你叫学习？这杭生哥教我们的是高二的内容，你高一后进生，你听得懂吗你？哎，姐，你这啥呀？哎，赶紧滚呀！我们打扰我们学习了。不是。姐，咱讲讲道理好不好？你说我打扰你学习了，那你能告诉我学习的意义是什么？昨夜江边春水生，蒙冲巨舰一毛轻。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读书切戒再慌忙，含勇功夫心未长，未小不妨全放过，切身需要及思量，不求甚解，学而无术，是故余亦余枉费也。哦，好事好事啊，好事。嗯，姐，这你什么意思啊？人脑中有2000亿个脑细胞，斯皮里研究人的右脑为本能潜意识脑，掌控感情思维，负责想象力、念力以及记忆力；左脑为意识脑，掌控理性思维，负责五感，理解、思考、判断、推理等。学习时需要同时运用左右脑，不断开发锻炼大脑机能。简单来说，三岁之前可以靠死记硬背，而三岁之后那就得自己想办法。我懂了，那明白了，我上楼学习。哥，郝海哥，那训练到这么晚？啊，你那是刚补习完啊？啊。
那小敏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今天辛苦航生哥了，我回去再把内容温习一遍。那我也回去了。好，我一会儿去给我妈买个药，我就回去。走吧，哥。你先回吧，帮把车抬进去。爸膏药用完了，我也去趟药店。嗯，好。那回去了。嗯，走吧，哥。走。板蓝根，板蓝根。干粉，干粉，丫头，那个元宝好吃吗？还行吧。哎哥，啊，吃甜的是不是不好？怎么穿成这个？航生哥从来不吃甜的，所以脑子特别好使。哎，我以前就觉得他特别聪明了吧？这两天听他给我们讲的那些，才发现他不是一般的聪明。你就放心吃吧。他是牙不好，吃不了甜的，跟这没关系。这样，板蓝，板蓝根啥来着？普洱米，这两种药记不住。老板，普洱米。哎，你不是要跟支书伯买膏药吗？哦，突然想起来了，抽屉里还有一盒，先不买。你记性比我还差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串一串，成一株仙草，串一个同心圆。怎么了？想着我们为这个爱还恋爱这么久，还为这鞋折腾半天，结果还没演成。嗨，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别想。也是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跳一次。我动作还记得呢，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在那流浪的白云，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哈，大明，大明，你看我这么戴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你看了吗？就好看，好看，你看看呀！好看，好看，你看看呀！你看，好好看。怎么那么别扭？你许文强不是这么戴的吗？你不行就找芦苇他妈妈，他妈妈会弄。我找人家干嘛呀？你怎么老是看别人家媳妇儿好？哎呦，真是媳妇儿都是别人的好，是不是？行了，我得走了，去芦苇家。老卢该回来了，跟他谈入股的事。你去去去去，我去吧。啊，我走了。什么呀你？无聊。江上有礼，姜子牙。你是昆仑学道之士，为何不识大体，正邪不分？江上拜师玉虚门下，怎敢违背天理伦常？今日辅佐武王奉法守功，不敢分毫虐民乱政，这有什么不明事体、正邪不分之处？你只是小敏啊，在干什么呢？何二呢？我看你啊是看电视。好了，今天买的药收好了没有啊？嗯，放抽屉里了。别看了，电视是看不完的啊。嗯嗯。自乱纲纪，不足为万民。小敏啊，你妈说话没听见啊？赶紧上去睡觉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叛逆之罪，为世所不容，劝你尽早投降，方可饶你。怎么还在这儿？洗脸啊！你都洗了20分钟了，要你管？人家也干净。我是看你脸皮厚，洗不干净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上去了，别闹了啊！
睡在巷子里，锁进褐色抽屉，装满了纪念的花和雨，慢慢无人问津。旧时的小镇像个